就给我往后头塞了妹妹一车。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，回娘家了。我妈刚刚给我弄了满满一车的豌豆，这会儿拿回家来。哇，这颗粉龙好漂亮，这才有粉龙的样子嘛，粉红色的星星。那有的都是那种纯白的，一点不好看。这个油要剥好久哦，全是这个豆豆。最近把泡泡放家里，我爸出门就把它关起来了，怕被坏人带走。泡泡，泡泡，坏泡，坏泡，坏泡，出来高兴得很。这个又要剥好久哦。哦，你衣服还在我车上哎。来继续种我的多肉，把我乱七八糟的多肉先把盆里面塞满。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盆里面的丑样子哈，等后面变美了我又给大家看。因为刚种的肉肉确实它很丑，因为前段时间我爸不好嘛，砍了头就一直放在那儿了，就全部弯曲了，好不容易才插了满满一盆。这些都是我爸种的，我要准备给它薅掉，薅掉重新来。看这边的粉龙，粉龙还全部都是花苞，还要打药呢，好多那个虫子在上面。爸种的惨不忍睹，你看这么大个陶瓷盆，插了两根，还有一根是残的，那个火鸡。居然有的朋友还说，我觉得叔叔种的很好呀，你们不要那么假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？你们心里没有一点数吗？说那样违心的话。这个法师等它长吧，反正就容易长，放里面不管它，长起来就好了。你看这颗粉龙也好好看是吧？超漂亮的，我就喜欢，我就想要把这个全部都种满，全部都开成花。但是我爸他说全是，我想给你挖了，我就在网上给他找了几个美图，我说你看人家插一满墙好好看。然后他这两天就放弃要挖掉我那个龙沙宝石的那个心了。嗯，他好像觉得还可以，挺好看的。你看这一朵是那个红龙，红龙也开了好多花吧，也挺好看哈。最近马上是月季的主场了。10块钱，8块钱包。我拿的10几块钱。